剩下几还是肯定自己的事。妻子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美丽，还是观众认同你的演技，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林黛玉，各自的只能活在故事里。台上做起了模式，是否还能找回那自己自己自己随风飘雨，各自庭院深深深继续。当剧终人散的时候，人再动人的风景也会年华老去，留在人们的心中只是一个笑话，还是一个美丽的回忆。笑问一句点滴下究竟什么样的演技，可以骗人也骗自己。骗自己是为了听到掌声响起，还是肯定自己的实力？戏子演戏是因为自己的美丽，还是观众认同你的演技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林黛玉，可是他只能活在故事里。台上做起了模式，是否还能做回那自己？自己